好，那大哥，早期逛过了很多很多的唱片，我记得你说你第一张的唱片哦，里面收集的一首歌《再吻我一次》。对。那今天晚上呢，让我们回味一下，好吧？这个我也是，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。真的、哦。因为当年秦淮大哥他的声音是很柔美的，而且他是有美声的底子，对不对？您是有唱美声的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唱法。哇，那个气息的运用，哎呀，应该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唱到那种境界。所以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再回味一下。啊，这句话我没有听到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味一下这首歌好不好？来，再吻我一次。秦淮，谢谢，谢谢。爱，你对我说再见，拥抱我，因为我离开你，我不敢希望你会永远爱我，所以我请求你。像流水，我知道我是那样的爱你，可是话虽好，月亮却不长圆。如今你离开我，请你带走我的破碎的心。再吻我一次，到你离去。你再吻我一次，再吻一次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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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秦淮大哥。